我来帮嫂子没事儿啊，你别累着。我哥他们已经去了音乐厅了吗？应该已经过去了吧。这事儿咱就别管了，咱只要负责把晚上庆功大队的东西准备好就行了。我早知道应该早点过来帮你的。哎呀，达尔文天天问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他有那么惦记我吗？装糊涂呀，你不晓得他的心思。嗯，考儿。Frank， 欢迎入住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搬到这儿来住了，就在你的隔壁。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？就这两天。你想干嘛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一想到每天都能看见你，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。这位是谁啊？我老公的妹妹。你好。你好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耿墨池居然有你这么一位看上去那么面善的妹妹。你闭嘴，你是不是派人跟踪我们呀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在这儿？我有这个闲工夫吗？金海湖是我们公司名下山水文业开发的一个房地产。你老公很厉害啊，一口价就买下了我们这儿最贵的一号别墅。回头我见着他一定要感谢他。如果多几个像你老公这样的土豪客户，我们公司不发财那真的叫做没天理啊。铁粉帮个手，不能让女人干这种粗活。不用了，给我吧。哎，我出过长城几次，我就是条好汉，给我吧。你不用跟我客气，咱们以后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帮个忙是应该的。干嘛这么凶巴巴的看着我呢？我们是邻居，要和睦，和气生财嘛，对不对？